大家好，新年来了，你买柑了没有啊？华人过年一定要吃柑哦。广东话说，食柑食柑食咗有柑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又怎么分辨哪一个是碰柑，哪一个是卤柑呢？看看形状就知道了。形状比较圆和高的就是碰柑，比较扁的就会是卤柑。碰柑因为果皮比较厚，所以保质期会比较久。卤柑的果皮比较薄，在炎热的马来西亚会缩短它的保质期。福袋乐是一间小本经营、薄利多销、卖的是良心、赚的是人心的小店。小店的碰柑都是台中碰柑，不是山寨版，不是黑心柑。跟我们买过的客户都知道，我们只卖高级健康的水果，自己先试吃，质量好的才卖给顾客，不好的我们甘愿丢掉。我们的台中碰柑绝对是正宗台中有机农场出产，超香超甜，吃起来水水的，100令吉以上就免费送到你的家门，绝对不是地摊货，绝对不是地摊货，我们都是天天机场下货，直接送到客户的家，每一个碰柑都是轻挑细选的，有坏就一定赔，我们要长期的来服务客户，不是新年才来买一次。漂亮大方的包装绝对是你新年送礼的最佳选择。